什么？只能用被移出空投的武器吃鸡？那比基尼都给你放好了，挑战失败的话就穿上它。我可不想穿那玩意儿，纸马我一定要赢。哇，这被移出空投的武器有哪些呢？你们知道吗？那你看来红尘今天的比基尼是穿定喽。情绪发展下去，我必输无疑呀！宝宝们，你们是希望我挑战成功呢，还是失败啊？当然是失败了。我想应该有十几万人等着看你的比基尼吧。不可能，有本事你们点个小心心，让我瞧瞧有多少人想看啊！刺激 ！BBS， 这把我知道啊，曾经的空投神器，咸蛋之王，看来红尘要绝地反击了。搞错了，再来。